您要的造型组合，将造型器插入主机，可搭配您所需要的配件使用。更换造型器，插入主机，按下切换钮变成直发夹，再将主机合上，按下切换钮即可变成浪板夹。造型前先将头发梳顺，抓起一小撮头发，将头发缠绕于卷发器上停留，接着把卷发器松开，创造卷度。再抓起一小撮头发，将头发缠绕于卷发器上停留，接着把卷发器松开，创造卷度。如需更卷曲的头发，可多次重复上述动作。夹紧要卷曲的头发，将可达到更佳效果。完成造型后，需等头发温度冷却之后，再将头发拨开。完成后，请关上主电源。小撮头发，将头发缠绕于卷发器上停留，接着把卷发器松开，创造卷度。重复第一个动作，卷曲头发，抓起小撮头发，将头发缠绕于卷发器上停留，接着把卷发器松开，创造卷度。如需更卷曲的头发，可多次重复以上动作。两侧头发皆可重复上述动作，将头发缠绕于卷发器上停留，接着把卷发器松开，创造卷度。完成后，请关上主电源。将浪板夹放在头发上后，夹紧停留，松开后即撑起发根，呈现波浪效果。在头发根部抓起一小撮头发，将浪板夹放在头发上后，夹紧停留，重复第一个动作，制造出波浪效果。换按键调整为平板夹，夹取中段的头发，将卷发器夹紧后，顺着头发往下拉直，两侧头发都可重复上述动作。如需更直顺的头发，可多次重复往下拉直。完成后，请关上主电源。